移动速度很慢啊，生生同学。我都不敢认你。为什么？没见过你穿夏装。那是因为我们是在冬天认识的。试试。 哇，我那条好大。嗯，还有这边。嗯，他们一直吃，我也撑吗？嗯，是个好问题。那我们可以尝试着让他们先消化消化。 我们溜达一圈回来再练。好。哇，伤人的。嗯。你会骑车吗？会啊，小学6年级就会了，不过有个缺点就是不会上下车，小时候跟我哥学骑车摔过，有了心理阴影，后来呢就只能踩在地面上上下车，所以啊骑车要挑座位最低的骑。最低的。嗯。 你家里有几个哥哥？5个，都是表的。哦，我爸爸家那边还有2个堂哥，不过都年纪太大了，不太有共同语言。家里不会就你一个女孩吧？对啊，就我一个，所以他们都叫我哥宝。哥宝？嗯。大家都很宠你。嗯，以前觉得还挺好的，在家里横着走，有好吃的都给我，逢年过节收到好多好多礼物。 后来就慢慢不觉得了，他们一长大一上大学，就一个个变家长了，等于我有了好多好多家长。哦，这次我四哥还想请假陪着我来，太可怕了。试试看。嗯。可以吗？嗯。我爸妈家人丁少，亲戚走动不多，经常是我自己一个人，羡慕这种热闹的。难怪你喜欢和他们待在一块儿。 看得出，嗯，当然，虽然你话不多，总是看着他们胡闹，但是能看得出来，你很喜欢这种闹哄哄的氛围。嗯，走。嗯，哎，你不要骑在我前面，我怕撞到你。嗯，也不要骑在我旁边，我旁边有人骑车，我会分神。好，我跟着你。好。 我看介绍说，那边就是漓江。我们可以坐竹筏出去吃饭。好，那我们先探探路。嗯。下坡慢点。好。